谢谢蜘蛛，谢谢。给我打怪，打野怪挺快的，打野挺快的，这英雄。我这惩戒直接交了吧。这把我们主要赶个中上下。看见我搁哪了，但是没用。那吸血鬼我去赶赶有用吗？那吸血鬼你给我中，那吸血鬼不好赶赶呀，这英雄。我先把他卸打了，这英雄打不成技能，如果有延迟是真不好中，人家稍微扭一下身位我就完了，我就完蛋。晕，变成吸血鬼，一技能炸，接 W。呀，没了。Q，A 一下 ，E 一下 ，A 再 A， 打不过，闪现，其实我跟你们说，主要还是技能空了，技能要没空，能打过。我们技能一共就俩啊、哦，两个伤害技能，如果都空了，那就够呛。这把出个挺进破坏者，先出皮孩吧，这英雄有略微有点笨，啊、嗯，先出个皮孩，不是英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刚才。跟英雄没有关系啊。一共只有两个伤害技能的英雄，如果两个技能全空了，那就没了。他不像炸弹人，他空俩还有第三个。先决拖一，先跑一手，兄弟们，这家伙，回头杀千绝呀，可恶，真是可恶，简直是可恶。千绝 QWE 都是必中的，那没办法啊，你说那人家必中，我们中不了，那没招。哎呀我操，他六级了。
而且他有，算了。今天这个蟹我不可能给他。这有点烦了啊。跳弹，哎呦我操，他六级了，这蓝 buff 怎么办啊？啊，那寒冰五级，关键是我才四级，级有点低呀、啊。完了，这野区他妈爆炸了，这谁套的点烟呢？哎，真恶心！野区爆炸了，兄弟们！第一波跟千珏打的有点伤，这小子开始无限刷我野，我又打不过他，简直是可恶！赶紧刷野，赶紧刷野，赶紧刷野啊！赶紧刷野，等级有点太低了 ，AP 好着。细节是经验，赶紧升个六，只要到六了我们就起飞。去把那蛤蟆收了，省得他又把我蛤蟆打了。算了，先收一手三郎。不好杀呀，这耗着。哎，不行，找不着。刚才为啥不杀寒冰啊？直接杀寒冰都好啊。睁大眼睛。还好呢，千珏也就四十来刀，可以接受。怎么感觉哪都是眼儿呢？这我直接晕。可以给大戳打把妞，嘻打把妞，接大招给我晕。哎，真他妈的，这千珏是不是一点也不卡？操的！我感觉到他仍在这世上徘徊。哎，我换个扫描啊。还行，给他下当了，这玩意儿600块钱可以接受。哎，上路河蟹咱得给吃了啊，不能给他拿到这个印记，这些印记不能给他拿着。他是唯一的星光，看不着的长夜。
我掏，好，吸血鬼变身，哎，为啥变不了啊？愿你的灵幽灵，这你可打不过。为啥呀？这是因为什么呢？这咋没变呢？哎呀，奇了个怪了！我刚才没助攻吗？我打着吸血鬼了，我都红惩戒都套身上了。啥玩意儿愣啊？掏着！我听说你是麻子虎，在你的国王面前启动吧。怎么的呢？薅着？薅着是怎么回事呢？漂亮！这有助攻啊！我操，三秒之内吗？又变不了这薅的，我是真是服了。吃狗屎！咋的呀？左边小心啊，咱俩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俩。在哪呢？千珏，看看千珏搁哪嘞？不行啊，不行，打不了。对面人有点多，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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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对面没打小龙啊！挺进破坏者，外加个布甲还不这把。若是世界将我的至美无情不安毁灭，便是他理所应当的结局。这个千珏印记多少层了？W 惩戒一技能，掏挺进破坏者，给大招，给我掏吸，这千珏都先死了，都没打过啊！哎呀！出反甲，下点装备。我将不断索取，不断抢夺，没有魂了 ，bug 了。这种 bug 还能出现啊？再试一试吧。刚才可能因为我直接就死了，我们看一看啊，下一个再看一看，没事没事。
直接挺进 W 掏一闪现，真鸡巴疼！没魂儿。漂亮，玩个屁呀！这种 bug 还让我怎么玩那个英雄？这还玩个卵呢？这变人都变不了，这英雄已经失去了乐趣。赶紧升个十一级吧！怎么的，这吸血鬼？现在吸血鬼都能开始为所欲为了呗？晕掏，给大招，掏掏！哎，烦死了！满了个靶子的，我会从死亡的血口中将它夺回，无人可以违逆，即便是命运。我打不过他。咱别老看我操作，那本身这玩意儿就卡。哎，有了！吸！顶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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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！哎！飞鸟 W， 哈哈，有魂了，哎呀，开心。哎呦，漂亮，大龙不是小龙啊，小龙小龙。打完走，兄弟。变英雄装备不让卖，不能卖装备。我还没变过千珏呢，变千珏狠，我跟你们说。差点钱，正好回家出反甲。这永恩怎么还无敌了呢？突然之间，你看你这些脸色不太好。现在你可以感受这个气焰。我先溜一手。老薅着，
我来个蓝盾吧。嗯，这耗子怎么这么个动静？耗子这个皮肤就是这个动静的。这给我打的，赶紧回家。哎呀我操，我出门就回家呀，那咋这么脆呢？哎漂亮，我家就找找这吸血鬼，但我没魔抗啊。不过他176，他是个弟弟，没事。你跑个屁呀！你是不是有精神病？你有什么好跑的？我都不跑，为啥没晕到他呀？刚才那个，来个人儿，快点，我要吸他魂儿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是什么怪物？为什么买了蓝盾才2000？买了蓝盾2000血啊，算正常血量的。这永恩16了，哎，他什么时候出来的？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永恩，特别的猛。一开始没有他呀，一开始俺们下路打的挺好的，突然之间来了一只永恩，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。不过还好对面小龙没几条啊，算是我们立了一功。涌出一整个令我平和欢喜的世界，17级永恩。哎呀，装备有点好多，四件套啊，关键是。打死呗！我操！我他妈都给你们杀了我啊！还有谁？哎呀，出点魔抗，有点上头了啊，有点上头了。这永恩，哦，我一附他身，我们就猛了。再来一枪，哇，可以！挫败之兆不可断绝，生生不息。我们团战，只要把永恩杀了，我就起飞，兄弟们！啊，只要能把永恩杀了，我就直接就起飞，能不能？
我们全力击杀永恩，然后我闪现过去吃魂儿，我直接站起来，谁也不好使。这英雄出停剑破坏者就是个笑话。那么多人儿啊，这咋都他家的人呢？这英雄出啥都是个笑话。我说实话，上把我出盾攻效果还不错，我觉得他应该出狂风之力，或者是海妖杀手。能不能杀一个？打左边的呀，兄弟，你也是打寒冰呢。哎呦我操，这一枪把寒冰杀了，漂亮。哎，刚才我杀一个我就全收，我感觉真的，我随便杀一个，除了寒冰嘛，就不杀寒冰就行，我把千珏跟耗子全杀了我就能全收。刚才来个小振奋，永恩有红啊。永恩没办法去杀他，我们五个人能不能集合把这永恩给我杀了？哎呦我操，1999，聚聚下一把了。